转了捷运快线，来到这一间在 JFK 机场附近的 hotel， 是有一点复古的设计。然后跟我朋友约了一起来看看。这边这个 check-in 柜台是做的很像一般我们搭飞机 check-in 的。带大家上去看一下，里面真的好复古，超美的。这边还有这种复古的电话，可以花 $0.10。刚发现它这个手扶的设计好特别哦，就像易开罐的那种拉盖。我现在在二楼随便坐坐，等我朋友。应该是他们以前的飞机，蛮特别的，然后这边有展示。从这个走道出来以后，到一个神秘的展区，是1962年的装潢跟装饰，很复古。然后这边还有那个机场的小模型。它这个设计真的非常漂亮，就很流畅，在里面这个空间会让你觉得非常舒服。这边就是 Terminal 5， 然后跳在这里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星期天，现在先准备先去元宝家吃，我们先去 Lady M 买的蛋糕。刚刚去 Lady M 买的蛋糕，还有母亲节限定版的，刚刚忘记拍了，还蛮特别的，但我还是买了比较保险的口味。算对啊，对，然后我现在在发现啥 ？Hello， 这一期的朋友 ，Hello， 这一期的朋友 ，Hello， 这一期的朋友，现在是 SNG 连线，安里山高山茶，听起来挺赞，很开心，终于在这个新家，终于可以把我的茶具拿出来用。先出门去找元宝，提早帮他庆生，因为他是下礼拜的生日，所以这个周末先帮他庆生。拜！这一店是我们今天要吃的 Nami no Mi， 他是吃那种手卷，寿司手卷，这还蛮不错的。他每次人都超多，几乎客满。
喝水，头很痛，头痛。哇，它是，然后你可以放在上面，它米饼。哦，米饼。哇，有辣有辣有辣，它还是有点，它有一片辣椒，很好吃，很清爽哎。我的饼好香啊，我要买一包。Cheers！ 这个好像不知道是 Luna 的吧？好像是吃过一口。水果千层，新鲜的感觉，超棒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国王？听，对，国王巧克力。下面好多泡芙哎，我喜欢泡芙。我们的猪脚，今天吃好多。好吃，好久没吃了。小英雄呀，我家最吃的，对呀，很适合你，好可爱，真的好可爱，贴心的玫瑰。结尾妈妈，生日快乐喽！结尾妈妈，双子小寿星，结尾拜拜，媒体的观众拜拜。It's ready to eat. Okay. The pot is pretty hot. 蛋妈臭臭锅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我的休假日。我本来跟我朋友约了要，但他临时不能来，所以今天就变成我一个人在外面晃晃。因为今天还蛮凉的，所以就穿了一个衬衫。等一下就到附近的画廊走走，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的随性乱晃。看到这个建筑非常的特别，有点像是那种酒窖酒罐的形状。上面这个就是 Highline， 是铁轨，很多人来 Chelsea 就会走这个铁轨上去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这附近有一个免费草间弥生的展览，所以人很多，不知道会排多久，希望大概排，我猜25分钟可以进去。现在大概排到一半，给大家偷看一下里面，排了大概30分钟以后，终于下一位就换我了。这个排的主要是排那个 Infinity Room， 就是一个房间，有它的展览。这一区就是他的画的展区，这边就不会限时间了，就会尽情的看。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可爱的南瓜区，
它这个形状跟这个展览非常的好玩。这个是像车库的地方的展览，超大的保洁迷生花。大家早安，我今天早上准备要去见我一个朋友，他也是非常喜欢去咖啡厅拍照，然后他也非常的会拍，他是在这边长大的，我们也是网络上面认识的，他人非常的 nice， 然后我们要去一间新开的咖啡厅，今天要去的就是这个 La Cabra 他的 SOHO 新分店，今天是他第一天开门，哇，人超多的。Wow. Close i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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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lose